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杜，叫燕，我是大学生，荣幸你们，我很高兴。你身体好吗？不考，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你学习什么样？还行。消亡。好处不占。你最近工作忙吗？挺忙的。你呢？不太忙。你爱人和孩子都好吗？都挺好的。请代我问他们好。谢谢。